2.71 的威力彩结束连十三杠，头奖落在台中大甲区，有一人独得。彩券行老板第一时间得知消息，也开心地放起鞭炮来庆祝，并表示日前拜完土地公后，刚好有一只猫咪跟着回店里，认为是招财猫的象征。加上前天正好是大甲妈回銮，他也特地向妈祖来祈求，没想到十五号当晚就真的开出头奖，也让他直呼好神奇。彩券行前，业者开心地放起鞭炮烟火来庆祝，因为连杠十三期，总奖金高达2.71的威力彩，十五号晚间在台中大甲区开出，而且是一人独得。消息传出，不仅彩券行相当开心，隔天上午也吸引不少民众要来买彩券沾喜气。我来沾沾喜气，我是这里的常客，哎，羡慕啊！希望下一个会自己。哦，对，应该是我。昨天听到。这一家我们常来买，可是昨天错失机会了。对啊，我闻风而来，2.71很吸引人哎。彩券行业者表示，日前拜完附近的土地公庙后，刚好有一只猫咪跟回店里，认为是招财猫的象征。加上前天正好是大甲妈回銮，他也特地向妈祖诚心祈求店内能开出头奖。没想到十五号当晚就真的接获头奖通知，也让他直呼是好神奇。我们有去跟他诚心祈求，希望大甲妈能够让我们开出头奖。果不其然，真的呢。昨天我接到台彩的电话的时候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对啊，真的感谢大甲妈，感谢土地公，真的。这间在地经营八年多的彩券行难得开出头奖，业者是欣喜若狂。之后他也说会到庙里拜拜，感谢神明，希望让中奖的好运持续延续，分享给大家。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道。